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。刚才这个节目叫做《鸡上树》，传统的节目。说实话，这类节目我不怎么喜欢演。是吗？因为占人便宜，伦理跟啊，往台一站一张嘴就是"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"，没什么意思，知道吗？没有技术性啊。但是你说的很清楚。不是我内心深处的话，废话，诚心是怎么着？二位说的不错，下去休息一下。哎，这场呢又把我们两个人换上来了，换一场，先做一个自我介绍。应该的，我叫岳云鹏，是您，是一个小学生。您客气。他叫孙越，是一名相声演员。没错。我们两个人给您说一回。哎，有的朋友说了，这个相声我不怎么喜欢听。哦，不喜欢。我喜欢看电影啊。好，看电影也不错。不错呀，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。当然，这个恐怖片特别喜欢看恐怖片，吓唬人的。哎呦，关于这个鬼怪的事儿，哎呦，朋友们，实话实说，人世间根本就没有鬼怪。没有吗？哪位见过？你可以举手。我见过鬼，你敢举手，我就敢弄死你。那就是见鬼了。没有鬼怪哦，天底下根本就没有。是吗？那有的朋友说了，那个书上、电视上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对呀，那都是假的，编的，都是骗人的哦。换句话说，嗯，那是劝人向善的东西。是吗？都是劝人向善的。哦，很多恐怖片看完了，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不能干坏事儿，人要心眼要好，都是这样。嗯，那么说，有没有这个灵异事件呢？有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没有。我不知道。那到底有没有？不知道。你到底知不知道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要不知道，咱就别说了。实话实说啊，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啊，解释不清楚，用科学解答不清楚的东西是吗？这是肯定是有的哦。啊，我就碰上过这种可怕的事情。您说说。我有一朋友啊，是一个出租车司机。哦，开出租的。开出租，他晚上上班。哦，夜班。嗯，他是两班倒。对，出租车是黑白班。白班人家干完了，把车给他。嗯，他拉夜活啊，一直干12个小时啊，晚上出来拉活来。对啊，开着车挺高兴。呵，不堵车，你看看啊，扫路去。多好。嗯，非常的高兴。可是在路边上呢，发现一个白衣女子。大晚啊啊，半夜12点，白衣女子。不要害怕啊，不要害怕。白衣的跟那儿打车啊，这样。这拦车，这是白衣女子吗？这不是破塑料袋让风吹了？什么思绪呢？这是这也太有点那什么了，就是打车呢，太飘逸了。这个，我这哥们儿一瞧，嚯，有人打车啊，这停那儿了，我杀那儿那姐们儿，还姐们儿。哪去啊？这北京的出租车这去哪儿哎？啊，八宝山。这是要干什么去？这是那什么？那后边还有很多出租车。再见。要走？回来。我说话够慢。八宝山也有小区。哦，这那边有居民区啊？对，也有。经济适用分，您别，这不经济适用分像话？经济适用房，害怕呀！得了，反正今儿也没拉活呢，上来吧。嗯，这女的呢就上车了。咱不能拒载，坐在这个后座上了。哦，那还踏实点。那坐那儿了。这哥们呢开着车，嗯，心里害怕呀。是不知道干嘛。这个这人呢都有下意识的东西。什么呀？就他看这个后视镜，想开着开着车，下意识他就看这个后视镜。我看着后边的女的啊，想看一眼他干什么呢。这人家越害怕越想看，心里忐忑。嗯，开着开着车看后视镜，欲望性特别的强。哎呦啊，想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怎么了你？你给你英雄炸行吗？你人没了。车停那儿了。这女的没了啊，多吓人呐。吓不吓人我不管，你踩我脚了。多吓人呐。车停那儿了，
看看吧。这哪儿去了？不通过这个后视镜看看。回头真没了，还在呢。哎哎，那什么后视镜看不见？对不起啊，突然有点害怕。挂档，走，接着走吧。开车往前。自己吓唬自己。哎呀，下意识的东西很强烈，还往后看，还要再看一看。人在那儿呢。你怎么了你？又停住了，停住了，人没了。害怕吗？害怕。毛都竖起来了吧？我有点瘆得慌吗？说的是啊，把车停了，扭头瞧。怎么了？还在呢。您这后视镜有问题吧？可能是自己太害怕了啊，哦，这错觉了。你后视镜调调就能看见啊，往前开，调清楚了，开开。下意识的东西太强烈了，怎么这么爱回头看看？我都适应了，没事儿，肯定是没了，是吗？对，没了。这到底怎么？这车吱停那儿了。嗯，扭头看。还在呢，又在呢，要挂档往前走啊！这会儿这个女的说话了，说什么呀？大哥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怎么了？我一系鞋带你就刹车，我一系鞋带你就刹车，你疯了吧你？我说怎么看不见呢？低头系鞋带呢。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！你这么自己吓唬自己吗？姑娘，对不起，最近可能有点累，哎，上火了，眼睛也不好使，对不起啊。道个歉。对不起，上火。你上火了？嗯，上火，吃水果啊，多吃点水果啊。还劝他呢，吃苹果。对，我生前最爱吃苹果。这个吗？对不起，我说错了，我生孩子之前爱吃苹果。我早晚让你吓死，知道吗？生孩子之前，你给我下去，我弄死你啊！你再不下去，我弄死你！我是人呢，我已经死了。行吗？这都是吓人的啊！自己吓唬自己，根本就没有的事情。是啊，那么说，有鬼的话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朋友们，有鬼的话不用害怕，不害怕，兴许啊，它是个笑料，是个包袱，会让您高兴起来。哦，鬼故事，鬼笑。哎，对了，哦，有可能让您非常的高兴。比如说吧，比如说什么？孙越的父亲。嗯，死八年了。哎，你等，有一天呢，回来。你等，哥，什么就我父亲死八年了？你父亲死八年多好，怎么非得说我父亲呢？我父亲硬朗了呢。那不行，怎么就不行啊？我父亲不愿意。哦，我父亲愿意呀、啊。你捧哏的得了。哎，他父亲我捧哏就得死爸爸是吧？这不是惯例吗？谁让有这惯例啊？像话吗？这正没挣钱？怎么？挣钱了吗？说这场相声给你钱吗？给啊。那得了。他父亲，我给的钱是死爸爸的钱是吗？我爸爸又没挣到钱，凭什么死啊？回头我给他点。你上坟烧给他？啊？什么叫啊？没有啊。您得说清楚，打个比方，比如，好比是，比如说，那我也听得也别扭。行了，挣钱，他父亲死了八年了，他每天呢想念自己的父亲啊，思念。哎呀，一到做梦的时候就想念自己的父亲。哦，这不有一天吗？父亲回来了。哎，父亲，回来了，帮帮忙敲门呐，还知道敲门呢啊，小孙。哎呦，真客气，老孙，我开门。啊，还睁眼。爸爸，你回来了。行，镇静。我给您开门。啊，得了，甭费劲了啊，我从门缝进去吧。哎，飘进来了。那你敲什么门啊？你敢埋怨你的父亲？他都死八年了，有你这样的吗？你甭废话，这不都你说的吗？
笑。没有这玩笑，把我吵进来的。他能飘进来？哦，铁门缝都进来了，跟年画儿。老孙，咱别这么客气行吗？老孙，我告诉你啊，好吧，你像话吗你？我可不像话啊！我都死了八年了，你别提这个行了。你给我烧纸了吗你？这种啊？是我没有账号，但是呢，你给我烧点怕什么的呀？我给您烧的纸还得写上账号，怎么着？啊，怕什么的？哦，那么繁琐吗？哎呦，啊，你看我这个跨栏背心，我在那边我都穿了八年了，我都送寒衣送寒衣的呢，你给我烧点衣服怕什么的？还是爱运动，您还是讨厌你每天都在想我是不是？嗯啊，跟我走吧。哎啊，不去啊，我跟您去了。彻底没有烧钱的了，知道吗？我要去了，谁给您烧纸啊？哎，谁给您烧衣服啊？得了，我回去了。嗯啊，我走了，你快走吧。嗯，你去不去？哎，我不去，不去算了。哎，我到那儿等你啊。哎，你先给我占一座是吧？走了，你看这都是笑话。哎，对了，这我爸爸死是笑话，这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儿。这没有啊，都是人吓人，都是人想出来的。今天呢，我给你讲这么一个故事。是吗？发生在咱们解放前。哦，老年间。那、啊、关于人吓人的事儿。民国了啊，民国那会儿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胡同，住了两户人家。哦，这两户人家关系特别的好。是吗？一家姓郑，郑；一家姓王。姓郑这家呢，就一个老头儿，哦，老先生六七十岁了，哦，孤老头儿啊。对了，姓王这家一家三口，是吗？嗯，有一个姑娘，一个儿子。哦呦，这姑娘嫁出去了，哦呦，二十里开外了，哦，就这么爷俩过日子。哦，老伴儿没了。对了，两家这老头呢，关系特别的好，处得好，经常在一起下棋呀、喝酒啊，哦，经常在一起玩，老玩伴啊。这个姓郑这老头呢，平时夸自己啊，胆儿特别的大。哦，就这孤寡老人。对了，对着跟人说，没关系啊，啊，看我没有，我胆儿特别大，嗯，我年轻的时候杀七个宰八个，那都不在话下啊，杀七个宰八个，我跟鬼打过架，知道吗？哟，我在杨爷那儿我闹过一回，哇，瞎吹呗，这能耐大了。说这个话的人，亲爱的朋友们啊，胆儿都特别的小，是吗？他在掩饰自己。哦，掩饰自己内心的弱小。对了，哦，其实胆儿特别的小，是吗？周记有一天嘛，这个姓王这一家呢，嗯，这俩爷俩，爷俩吃完了饭，中午吃完了饭，哦，老王呢，王老头要睡会儿觉，哦，睡午觉，睡午觉，可是呢，没起来，哟，死了，睡过去了，暴病。哎，可能是猝死，具体怎么死的咱也不说了。是是，哎呀，这个儿子悲痛欲绝，是哭啊哭啊，站起来，哭完了站起来啊，心里琢磨了，我不能光哭，那怎么着？我得跟我姐姐说一声啊，你得报丧去。可是父亲怎么办？没别人了，家里啊，谁看着他？对，得看着尸首啊，万一来一老虎给他吃了怎么办呢？没有啊，你想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想到一人啊，老郑头。哦，这老头说自己胆大呀，哦，我求他陪我父亲待会儿。哦，看着老头这尸首，挺好的主意。是是是，去了，去吧，郑大爷，悲伤啊，我爸爸走了，你看挺婉转，走了，啊，哪去了？哎，没明白啊，我爸爸。回不来了，找找吧。哎，找找找找啊！走丢了，不孝之子。哎呦啊！平常我怎么教育你的？嗯，跟你爸爸关系处好一些。是啊，走了吧。走。哎，走了吧。气走了。你找找啊！哪儿找去？大爷啊，我爸爸死了。哎呀，把话挑明了啊！师傅。死了，哎呀，老郑头悲痛欲绝，但是老哥俩呀也很伤心呐，关系好，平常在一起喝酒啊下棋呀，关系特别的好，完了一下听说这个消息死了啊，哎呀，心里非常的难过，凹槽。哎，你说找我干什么？干什么啊？我帮你搭把手给他停那儿。那停那儿。好啊啊，好啊，我自己也弄不动他。是，得嘞。这爷俩把这个老王头给抬到铺板上。哦，就铺板，头冲外，脚冲里。哎，过去得这么摆。在这个头这边呢，摆了一个供桌。嗯，
供桌上面弄碗米饭，啊，弄几条小鱼儿，往那搁点中午剩下的饭。哦，现做也来不及了。是，点了一根香，给点贡品，弄了一个长命灯，要找长明灯，点了一个长明灯。哦，啊，也叫长命灯。嗯，到时候埋的时候呢，这灯才能灭。对，这中间不能灭。对对对，这是有讲究的。一灭这孤魂野鬼，这魂就散了。在这个死者这个脸上啊，盖了一张白纸。对，这是省得灯光照进来，见三光，阳光照进来。对，这是。吉利的事情，嗯，都弄好了，这个小王就说了：“哎，郑大爷，哎，我得跟我姐姐说一声，得告丧了啊！您能陪我爸爸聊会儿天吗？”哎，这还聊什么呀？这还我自己聊行吗？老头害怕了，我让他听着行不行？你倾诉呗。行啊，行啊，只要您能答应我，行不行？啊，可是。这八九点城门就关了，到时候你进不来怎么办呢？哎呦，城门关了，我争取跑快一些。我跑回来，我争取回来，行不行？嗯，好吧，我答应你。是，朋友们，老郑头心里特别的难过，特别的难受。哎呦，他不想陪着他呀，他害怕，胆小啊。嗯，好，记得回来啊。嗯。记得回来，哎，跑快一些，好不好？头里他还得死这儿。好，我争取跑快一些啊！我走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又拽回来了，回来。嗨、哎哎，没听说连家都不要。宝贝儿，记得回来。哎啊，肯定回来。哎，我回来。走吧。哎呀，您这再拽着关城门了，一定要回来啊！哎好，你看天已经快黑了，我能走吗？啊，再说 这已经您送我到大街上了。嚯，都拽到大街上去了。行行，我回去了。哎，走吧，看着老头去。回来。行了行了，这老头呢，回去了。是。到屋里坐着吧。啊。天已经黑了。是。这会儿呢，蚊子进来了。有蚊子。大夏天有蚊子呀。对。怎么办呢？驱蚊子。冲着蚊子。拿一大蒲扇。啊。扇。扇蚊子。哎。哦，多讨厌啊！你说你让我跟你受这个罪啊？平常咱哥俩关系挺好的，是怎么说死就死了呢？哎，世事无常，啊、真是的，你多缺德呀、啊！你死人就别说这个、啊，你到那边，哎，那边好不好？哎、你不用回答我啊！哎，这得自己吓唬自己，真是的，我给你驱驱蚊子吧。哎，那不用驱了，驱驱自己吧。扇蚊子，哎，朋友们，它是个大蒲扇啊，风特别的大，对，这么一扇不要紧啊，它有一长明灯，啊，那灯，它这个火苗子呀，风一吹，火苗子，哦，乱颤，也是一闪一闪的，对呀，火苗子一闪没关系啊，屋子里这个家具。家具的影子也都跟着一闪一闪的，咱琢磨这个场景，火苗子，再看那个家具，把那个影子在墙上晃啊！哎呦，老郑头，哎呀妈呀，我还穿得更快了，你看了吗？哎呀妈呀，噌就出去了，哎呀，跑出去了，跑出去了啊！这都几点了啊？城门已经关了吧？那回没回来呀、啊？说好了回来，我这怎么不回来呢？怎么、啊？这怎么办呢？正害怕，正着急呢。嗯，就听外边来一人，谁呀、啊？相面算卦的，哦，老崔头，算卦，他们都认识啊。哦，是一个瞎子。哦，瞎啊，给人算卦。哦，手里有一根马杆。哦，那。肩膀上背一弦子，哦，和弦子啊，没事呢，还给人唱个曲儿，嚯，说点书，什么都干，晚上这才出来、嗯、啊。我给您学学啊，哦，我可能学的不像，哦，学瞎子，对，真像，白衣女子，我记着你，声线友好。你爱吃苹果吗？相面，算卦，哦，小曲儿，说书，这不挨着这都。相面啊，算卦，哎呦，一点点往前蹭，哎，相面你看得见吗？一说这个，老郑头听见了啊，嘿。怎么了？老崔头来了，干嘛呀？哎，他想出一好主意，什么主意啊？让这个老崔头陪他来一宿。嘿，
找一半，哎，找一半，哦，这一宿呢陪他聊天，是喝茶聊天啊，挺好的。等小子回来啊，第二天早晨他回来，什么事没有啊？估计是关城门外头就出去了。对，啊，老崔，谁呀？听见？谁在召唤我？这奔死去的，这是。啊，老崔，啊，哦，郑大爷呀，啊，我听出来了，别看我眼睛看不见啊，耳朵特别好使，啊，这倒是啊。您在哪儿呢？嗯，老崔，哦，在这边。郑大爷紧走两步啊，把他的马杆拿在手里，哦，攥住马杆，走吧，啊，跟我走吧，干嘛？大家喝点茶，哎，咱爷俩聊会儿天，怎么样？哦，老哥俩聊会儿。得嘞，郑大爷，我跟您走啊啊，走。哎，进来进来，好好，这里面来了。哎，再转一圈，哎，怎么转一圈？再转，为什么多转几圈呢？啊，这个老崔头知道郑大爷他们家住在哪儿。哦，他这个盲人有这个路感。对了，让他呀懵了。哦，不知道去谁家，好进这个王大爷他们家。哎，好好，再转一圈，好嘞，好嘞。郑大爷，拉磨呢？拿谁当驴了？这是啊？怎么转好几圈呢？哎，好好好，进来进进来，好。台阶，注意台阶，好，进来进来，哎，这有板凳，好，坐在这儿啊，把马杆给我，我给你放在后头啊，放在这个门后头。哟，这个弦子呢，搁您腿上，好，我就坐你旁边，咱聊会儿天，怎么样？我给这瞎子让屋里去了啊！哎呀，郑大爷挺好的啊，谢谢您。怎么样？我给您算一卦呀？我还算卦啊？不算卦。哦，不算啊。帮我算一辈子卦了，我还是个光棍儿啊！算了算了，不灵哦，嫌我这个不灵啊？嗯，我也知道不灵。嗨，这样吧，嗯，我给您唱个曲儿怎么样啊？哦，还唱一唱《大西厢》？嘿呦，好听着呢。是吗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咱俩就坐会儿得了啊，聊会儿天。哦，《大西厢》您听过了，嗯，是不是？鲁达厨霸怎么样啊？哦，快板也会。嗯，怎么样啊？算了算了啊，咱俩就坐会儿得了。哎呀，哦，想我这个也听过了啊。哎，我呀不给您唱了啊，我给您说一段怎么样啊？说什么呀？说一段我最拿手的。什么呀？聊斋怎么样啊？这怕什么来什么呀？快闭嘴。屋里有啊？什么叫屋里有啊？他说屋里有啊，说的就是这死尸。哦，屋里有死人啊。这个老崔头呢一听这，哦，屋里有，谁家没本聊斋呀？哦，有这书。看书有意思吗？嗯，看书有意思，要我们说书的干嘛呀？哦，我们都饿死了，哇，对不对？这样吧，我给您说一段我最最拿手的。什么呀？画皮怎么样啊？郑大爷，什么下我能把死人说站起来怎么样？别介，哎呀，千万别介，话怕对着嘴，刀怕对着笑。这屋里有有。再说一句啊，这屋里有。老崔头听不对了，怎么了？郑大爷，嗯，您跟我说实话，嗯，您说话的声音都变了。这屋里有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屋里有什么呀？有画皮吗？来这，哎，别去，你别去，这瞎子卖什么萌啊？真有，真有。嗯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。说吧。这不是我们家。那是老王他们家。老王家。我说呢。那我当驴了，转了好几圈，还没完。原来是他们家呀！啊，老王呢？老王呢？走了，走了，找去呀！找去呀！全一样，您瞧见了吗？别废话。嗯，老王死了，死了。啊！哇！这当时都得吓死，这胆更小。哎呀！死了，哪天死的？刚才，多吓人！埋哪儿了？啊，埋哪儿了？还没埋呢，就在这屋呢。程大爷，
郑大爷啊，你他妈是人吗你？瞎子跟骂街了，欺负我夏目哥眼都看不见是不是？哎呀，停哪儿吧？停哪儿了？停哪儿了？啊，你磕膝盖整顶的脑袋，妈呀！哎，多瘆人呢！我都尿了，大爷。嚯！瞎子也是够忙的。你别吓唬我行不行啊？啊！我的马哥呢？我要走。要走？我得回家。郑大爷多聪明啊！啊，能让他走了吗？这没人陪了。一听说要马哥要走，嗯，郑大爷拿起马哥，噌，怎么了？出去了，跑出去了，把这门啪关上了，那个锁咔锁上了，缺不缺德呀、啊、你？把门锁上了。郑大爷舒了一口长气，哎，踏踏实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好了，不管老崔了。老崔，哎呀，在外边，没事儿，还没事儿呢。我陪着你，你进去陪呀、啊，咱俩就一道门之隔。哎，对，近着呢。哎，一会儿生死两界了，没事儿。哎呀。郑大爷啊，你把门给我开开行不行？真害怕。我向你保证啊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说聊斋了行不行？哎，吃饭都戒了。那没关系，嗯，没关系啊，待着吧，待着吧，我在这儿陪着你啊，渴了就喝水啊，饿了那有点心啊，死人脑袋上有小鱼儿啊。别说这个了，随便吃。我吃什么吃啊？我吃什么吃啊？人咬的死人手。这老崔头啊，仔细的琢磨、嗯，我不能喊，是吗？我喊破了嗓子，他不会给我开门。那明白了，我就等着吧。等什么？等着呀！明天早晨人来人了，我抓着这个老郑头，我告他去。哎，欺负人？对，欺负我，报官，没眼没户的。哎，这不真欺负人呐！是是是，就等着吧。忍一宿。倒霉催的，怎么了？这个死者啊，生前的时候养了一只猫，啊，这个猫呢，白天它喂，到了晚上这猫就四处玩去了。哦，白天没喂，这猫死了。猫晚上回来了，哦，饿，屋里正好有一猫道，哦，它留着窗户的猫道。猫回来了，哦，猫走路没声音呢，对，它有肉垫吗？看这猫，爬到这个死人身上了，哎呦！找食物啊，对呀、啊，正好前面呢几条小鱼儿，鱼腥气呀，猫吃腥的呀，对呀、啊，猫来到这个胸口这儿，砰一下，嗯，窜到这个桌子上了，就跳到供桌上，一窜不要紧啊，它那个脸上盖着白纸呢，而且死人脸上有白纸，滋啦一响，哎呦，这个老崔头啊，害怕了，是吗？滋啦一响，他脚不见呢。心里琢磨怎么回事啊啊，什么动静这是？是啊，这个猫啊，看能看得见它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老崔头呢看不见这个猫，瞎子呀。这个猫要吃东西呢，猫护食。对啊，它发出一种声音来。什么声音？护食就这样，呲牙。这个声音发出来，老崔头啊，一听这个声音，是俩眼差点没睁开，啊，复明了，头发砰一下啊就立起来了，哎呀，腿肚子砰上前面来了，嚯，哎呀，郑大爷，不开门呐，声都变了，哎呀，郑大爷一听，怎么着？还哭上了啊？我记得他们俩没这交情啊。嗨，不是哭死人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老崔，怎么了？啊啊，郑大爷，他站起来了啊！哎呀，站起来了。是，郑大爷一听啊，诈尸了，试探着这仨字诈尸了。嗯，亲爱的朋友们。其实啊，是一个疑问句。他问呢，他问里头是不是诈尸了？是。老崔头一听，怎么着？啊、他以为呀、啊，郑大爷打外边看见里边诈尸了，再告诉自己呢。哎呦！
诈尸了！哎呀，诈尸了！是是是，郑大一听，诈尸了！哎呦，朋友们，三句话，三个诈尸了，是，一共九个字啊，把这个事儿给肯定了，肯定是诈尸了，就是诈尸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老崔，老崔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不用害怕。哎呦，我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哎，你在外头打，没事儿。这样吧，啊，你拿个东西，啊，你瞅准喽，是，你给他打躺下就行了。跑步了躺下。老崔心里话了，我瞅准喽，啊，我他妈看得像吗我？哎，他像呀。张大，你快开门呐，大爷。老崔。闲子哦，闲子在抡闲子，把它弄躺下就行了。葫芦呗，老崔头还真听话。嗯，抡闲子，对，把这个闲子拿过来，倒着拿。哦，这个这边呢冲着外啊，闲子抱冲里，虎皮呢冲着外。哦啊，蛇皮、虎皮什么都有，做的那东西冲外，虎蒙子，啪！哎呦，就这么一下，嗯，怎么那么寸啊？把这个长明灯。给打灭了，哎呦，打倒了啊！哎呀，外边郑大爷一瞧，嗯，都灭了啊！老崔，灯可灭了，他没瞧见呢，这叫鬼吹灯啊！哎呀，别笑他了，老崔这味儿都变了。啪！哎呀，啪！哎呦，打吧，咱得抡开了。这个老崔头在这屋里和这个猫展开了殊死的搏斗。这猫招谁惹谁了？啊，这啪，那啪。郑大一瞧，打得还挺激烈呀。是啊，啊，大战僵尸啊！嚯，是植物吗你啊？快成植物人了，一会儿还挺厉害的啊！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能在这待着了。再瞧这个郑大爷啊！啊！都不会自己走了！哎呦！一点一点的往外蹭啊！自己搬着腿出去的，走了，干嘛去？其实找人去了，哦，叫人。毕竟人心善呢，对，找人去了，在这路边上呢，这个路灯下边啊，有几个人在下棋呢。哦，下棋的四个人。哦，那个时候怎么四个人呢？啊，两个人下棋，两个人看下棋。哎，过去有那样。郑大爷过来了，嚯，还搬着腿呢，多费劲。过来了。四个人很惊奇地看着他。嗯，不知道干什么的。四位诈尸了啊！四位诈尸了，四位诈尸了。哎呀，你凭什么骂街？还真冷静。谁诈尸了啊？诈尸了！哎哎，怎么了你？这几人听他怎么着啊？诈尸了啊？怎么回事？是，原来啊，那屋诈尸了。哦，啊，是，你说明白了，解释清楚。四个人心里琢磨了，嘿，听说过诈尸啊，啊，还没见过，是吗？哥几个啊，瞧瞧去，嚯，走，真有胆儿的。这哥四个，一人拿了一钩杆子，钩杆子，消防用的钩杆子。哦，过去搭猪也有那种。哎，对了，挺长的。嗯，一人拿了一个。这会儿有那聪明人，是吗？说一句话，说什么呀？哥几个，嗯，记住了，说什么？到那儿。碰见僵尸不要跟他说话。为什么？自己也不要说话。为什么？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啊！你的阳气儿和僵尸的阴气儿一结合，坏了。怎么了？活人活不了。哎呦，死人呢
也活不了。我说贫嘴吗？知道吗？哎呦，走，谁也别说话啊，不能出声。朋友们，倒霉就倒霉，谁也不说话。上面怎么了？四人，四个人过来了，在听这屋里，啪，嚯，啪，老崔这还抡着呢。嚯，这四个人一听，心里话，这得多少植物啊？嚯，关你了，这是还挺厉害啊。四个人拿着钩杆子来到这个窗户这儿，噗噗噗噗，怎么了？戳进去了啊！把钩杆子捅进去了，捅进去了。哎呦，就找啊，找什么呀？心里琢磨了，肯定能勾着他。哦，霍楞那僵尸啊！这外边这钩，这霍楞呢？里边这个老崔头，啪啪，他也在找僵尸呢。对呀、啊，争取啊，把他给弄躺下，糊着倒了。啪，再敲外边这个，霍楞，哎呦！嗯，勾什么？我叫旁边那个，你那心里话，我这个勾着了，真勾着了。再瞧里边那个老崔头，就是啪啪，心里话，我勾着了啊，他也打着了。哎，争取啊把他弄躺下啊，里边这个呢打这边使劲儿，外边这四个呢这么使劲儿。哎呦，里边这个没有外边这四个劲儿大。废话，我勾着钳子上了。喂，都不敢说话。嚯，这么一瞪不要紧啊，里边这个钳子啪折了。哎呦，那折了。是这个老崔头紧退两步，噗噗噗噗噗啊，坐死人肚子上了。嚯，多吓人呐。我看看，这手一摸是脑袋，这手一摸呀、啊、是两个脚啊。哎，妈妈说话嚷嚷起来，妈妈了。外边这四个人琢磨了，哎，郑大爷不对呀、啊、不是僵尸吗？怎么喊上妈妈了？郑大爷说了，我忘了说了啊，里边还有个瞎子呢，忘了。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。刚才这个节目叫做抡弦子，这是一个传统的相声，最早是一段单口相声，后来我们很多人都对口相声来表演。为什么单口相声改成对口相声呢？为什么？就为了让那些个人就也能挣钱，明白吗？要显得多么不要脸，对不对？您自己摸摸自己良心，是这意思吗？嗯，是。你站起来，你坐哪儿了？坐在死人肚子上。坐一摸摸。这是一个没有鬼的这么一个鬼故事，真吓人。我这是在这个剧场啊第二次表演这个节目啊。对，还有很多呀不成熟的地方，我们行行管叫吃栗子的地方、嗯、什么叫吃栗子？就是这话没说清楚，对，打一磕巴，这是有可能的事情。是啊，希望大伙儿能够理解，我们表演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多，说的好与不好，道与不道，您各位担待着听，包包含，反正票已经买了，那个反正这话说的，反正我们是卖力气了，对，拿出我们的好节目来了。刚才这个节目呢，说的反正挺好，反正也是。出汗了都，轻易轻易不出汗的一个人。朋友们喜欢听相声，这是好事啊。吓的，吓的，咋不是吓？他轻易不出汗，原来那汗都养着。你才养汗呢，但我听不出来呢。啊，我不是养汗，我偷人。奉劝您经常来听相声、嗯、啊，特别是我们小剧场的相声，我们每天都是在现场胡说，现场直播。您说清楚了啊，现场直播，哎，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对，口无遮拦，说的就是我们。接下来的时间这叫翻场、啊、再给您多说一会儿，好，说点小故事，小故事，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、嗯、说点谁的事儿呢？哎，嗯。就是他的事儿。这个我挣钱不亏吧？
其实呢他是一个有钱人。嗨，那有的朋友说，那你说相声是为了挣钱吗？是吗？是倒是同时就是为了挣钱。可是他不是。我怎么了？家里有钱。嗨，他是一只富二代。我什么叫富二代呢？我是一只一位，他是一位富二代。什么叫富二代呢？就是他哥哥特别有钱，这叫富二代。他嫂子有钱呢，这叫嫂二代。您别胡说，还有弟媳二代。您别胡说行吗？怎么了？我哥哥有钱，我就富二代。你是你嫂子生的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胡说八道。谁有钱？得是我父亲有钱。我没钱呢。哎。甭费啊，下台我就埋了你，我告诉你。请哪儿了？没有啊，他父亲有钱。对对对，他父亲是俏江西的老总。我们还这倒霉买了呢。去年他弄了一妞叫大 H。 有没有？大 H 长了一个本田的脸。大 H 吗？大 H 有一个妹妹叫小 H。 长一现代的脸。现代那是斜的，那不小 H 吗？反正是小一号。哎，这人呢，有了钱以后是买房买车买房车。哎，都这样，一般都是这样。对，他也不例外。是吗？买了房了，也买了车了。当然，买了一个七手的奥拓，风驰电掣。你等会儿，真的啊？你等会儿，风一吹，噌就跑了。哎，对，纸糊的是吧？我买装过吧。我说你等，那几手的奥拓？七手。你实数吗？实数。哎，这是七，您说那是九手。什么都不懂。你说这是九，你比划的，这是七。手癌。食指癌。不是，谁手这么平啊？张了77。我见了鬼了，这是。反正是七手的奥拓。哎呀，那车牌照清 A 的。哦，青海的。清朝的牌子。清朝的，特别的古老啊。没听说过。还清 A 的是吗？清朝政府的牌子。哎，这好。A 嘛就是政府。哎，这别说了，你知道吗？清 O 就是警察的。哎，好。啊，清 A 就是政府的。对，那清朝政府有汽车，皇上八国联军逮着啊。嗯，八国联军开的是明 A 的。明朝政府知道隋 A 吗？隋朝政府啊。秦 A。 秦朝政府。女娲 A。 哎，盘古 A。 一点知识都没有。知道秦 B 吗？哎，脑筋急转弯是吧？甭说这个啊，秦币我知道。什么？秦始皇时候的钱币。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秦始皇那会儿的出租车。哎，币都是出租车。哎，聊聊。哎，这个编瞎话有意思吗？有。哎，雷劈这样，反正就是外地来的车。别胡说 啊，这不快过年了吗？啊，去年年底的时候快过年了。嗯，跟自己的父母告别一下。啊，告啊，要带着自己的娘们大 H。 你等会儿。去年年底我要跟父母告别一下，我死去是怎么着啊？什么叫告别呀？就是说声再见，出去玩去，打声招呼，出去串亲戚玩去都行。对，别说告别。对，去走亲戚去。我死去，我上外边。哎，跟自己的父母说一声。哎，开着车要去石家庄。哦，不近，找自己的后爹。哎哎，你等会儿，七手刀。你等。我在家跟父母告别，告完别嘛，去石家庄找我的后爹。对，那在家这位爹是原配吗？这个是后后爹。没听说过，哪儿这么些？什么叫后爹？家里这个是你的父亲。对呀、啊，去你去看你的后爹，怎么冲突吗？太冲突了！什么家里有父亲就不能叫后爹，知道吗？
当他没了这才叫后爹呢。你干爹不是您，我说干爹跟后爹是不一样，你们两码事儿，就你说清楚了。开车去石家庄找自己的干爹，哎，啊，就看看老家，哎，对，认得干亲。上了高速坏了，车坏了，能车坏，轮胎坏了，轮胎怎么了？都坏了，爆了，哎呦，全爆胎了，爆一口，哎呦，啊，不大，爆一小口，哪胎呀？左后，左后，嗯，哦，就这后边这个，啊，对，左后，哦，爆了，是吗？这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呀？媳妇儿，哦，大 H， 大 H。去看看是不是爆了，我看一眼吧。啊，他媳妇去看看，不大会儿回来了。啊，老公，老公，确实爆了。我死的爱死的样。怎么办？后边去啊？干嘛呀？好嘞，推推的车。推什么车啊？啊，推车。他媳妇把车轱辘抱起来，啊，他踩油门走。你等会儿。抱一台啊，他媳妇儿抱着车轱辘，对，我还踩着油门走啊，我这是憋着换媳妇儿呢是吧？我什么叫换媳妇儿啊？废话，我媳妇儿是肉的，不是没有，你就踩油门，他抱着轮胎干嘛呢？这打磨呢，这怕轮毂坏了吗？怕轮毂坏了，嗯，我媳妇儿不怕坏了啊？那仨轱辘转，这个就不用转，就抬着呗。没听说过，那仨转这也转，还踩油门。我这么恨我媳妇儿吧？行，反正就到了下一个服务区。没有哪个命活，俩人推着走呢。那也行，没有踩油门的真狠。到下一个服务区，买了一个气筒。哦，买一气筒了吗？打气。啊，您等，您等，您等。我缺心眼儿不？怎么到服务区？到服务区你补胎不好吗？买一气筒打气管什么都不自行车，不是就是气筒。人家都下班了，都放假了，你不想补胎呀？哦，没人啊。啊。那不都买气筒了，那管什么用啊？没办法打胎呗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这性质可不一样啊！啊，什么叫打胎吧？打胎气，还打胎气，打气就完了啊！把胎那儿去了，打气胎。哎，没有，在高速那流了产，流产了。快出去。是刚才抬的事儿没有？怎么这么惊悚呢？没有，您说错了，那叫打气，不叫打胎。反正就是行行，哎，打气，朋友们，他这窟窿眼啊，穴位有些大。哎呦，打俩钟头啊，能开一个钟头。哦，这知道吗？打俩钟头开一个钟头。对，那我费那劲干嘛呀？我打吧。打了俩钟头，嗯，上车，赶紧走，啊，一会儿没气了，往前开，啊，开了得有十来分钟吧，哦，媳妇去看看，来看看，我，哦，看看，你还有信儿没信儿？下车看看，走，啊，再看他媳妇儿，哎，你等，你站好了，这胎，对，左后，让我媳妇看看，嗯，他还趴过来看，我一回头不看见了吗？我们俩就死在高速上，知道吗？我自己回头看一眼不就完了吗？那样也行吗？对，废话，而且也行。你就我自己看，别让他挪过来了呗。怎么了这是？也行。哟，没气，没气了。我，哦，这么快，啊？吱，停车。哎呦，刹住，打气。好，你给我捂着点，快点。这这么漏气就别打了。把媳妇撅那儿。哎呀。打错了呗，捂着点儿。我说打胎吗？没听说。你说打错了，我说打错呗。不至于吧，大姐？老护士的。哎呀，乐得不行了。我看你乐得都不行了，你。打了俩钟头，哇，差不多了。嗯，他媳妇一松手，赶紧开，赶紧走，这五分钟，哎，好，没气了，我不打他不好吗？我简短截说吧，走了得有二十多个小时，哦啊，那算是到了保定了，到了保定的郊区呢，我从北京奔石家庄，对，二十
高的小刘康到保定。我在高速上干什么来的？你又打胎是又没有胎气是？我在高速上打出血是怎么着？是吗？什么叫是吗？没有，你还打出血了呢？保定的服务区，哎呀，心里琢磨这不是个事儿啊。对呀，啊，这到了石家庄的明年了得，我这怎么办呢？赶一晚年，想出一好主意，嗯，叫快递。快递干嘛？送轮胎。你看，还是我聪明。我看，哎，打了一电话，哎，叫了一快递，是十五分钟快递来了，哎，装轮胎。你等会儿，十五分钟来了。我之前那二十多个小时我浪了，我早打电话不好吗？我哪知道啊，这不是你的事吗？你告诉我的。我缺心眼儿是吧？五分钟换好了，哎，总共二十分钟的事儿都弄好了。人家快递员呢，这手拿着轮胎，破的，嗯。请给钱啊！给钱！啊，哎，我再问您一个小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您这车有备胎吗？嗯嗯，当然有了，七小的奥拓当然有了。有备胎呀、啊？我弄死你！我，你弄死我干什么？有备胎我早换上不好吗？啊！我是无辜的。你是无辜的，你是意外，知道吗？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啊！甭废话，我才是无辜的呢！我这车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，二十多个小时，二十分钟完的事儿啊！我早知有备胎，这二十分钟都不用，知道吗？说的是啊，真行啊！反正是有备胎呀、啊。哎，往前开吧，啊，往前开。开着开着坏了，天黑了。废话，二十多小时了啊！再一次黑了，这都转天了，这都再一次黑了。哎呀，突然间坏了，怎么了？大灯没了，车灯坏了啊！车灯坏了，他媳妇还说呢，坏了，老公，你看见没有？大灯没有了，我看见了。哦，瞧瞧，还挺镇静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咱有双闪。那管什么用啊？那个没大灯。他也有亮光啊，那我就那点亮光够看什么的？可是只有一个双闪亮，我还单瞪左边那个。哎呦，哎呀，只有左边这儿有一点亮光。哎呦，开车的情不自禁往左拐。哎，就这儿看得见吗？啊，简单结说吧。哎呀，总算是到了石家庄了，不易啊，要交这个收费的条，我这比取经还难呢。给您条。嗯，收费员拿过条。好了，我等会儿啊。嗯，算账。怎么了大哥啊？我能问您个问题吗？问吧。您是前天上的高速啊？北京到石家庄也就俩钟头，您走了四十八个小时啊？您都干什么了？我打胎来的。没有补胎来的啊，给我补胎来的。哎，你管着吗？我旅游来的。哇，旅行结婚。哎，对，四十八个小时。哎，反正挺累的，反正。废话。啊，行行。哎呀，是人吗这个人？结账，快结账，往前走。出了收费站坏了，嗯，车没油了。哎呦，这车不易坚持两天了，多么的悲催呀、啊，朋友们。嗯，车没油了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正好啊。旁边有俩壮小伙子。哦，哎，哥们儿，干嘛呀？帮我推下车去。推车干嘛？我看见加油站了。哦，前面有加油站啊！我看加油站了。啊，你帮我推到加油站行不行？啊，推行啊，也就一公里，帮个忙行不行？啊，行啊。啊，两千。哎，一公里要两千，帮忙推。两千，你要两千？对呀、啊，我打胎我都没要钱。没听错，你要我两千，你是不是要疯了你啊？啊。三千，涨一千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不、老公，别让他推。哎呀，我的媳妇儿，没事，要不我去吧，行吗？
去买油去，啊、一会儿就能过来了。啊，能让你去吗？悠悠，能让你去吗？是吗？我还算爷们吗？蛋，过来吹，给我晃，不就三条盐吗？啊，得嘞，你俩人吹，吹了得有八个小时。对，这是一公里吗？这个天再一次亮了。我的听的机报少了，总算是来到这个加油站了。太远了，先生，给钱吧，哪还不累？3000啊，得了，给钱啊，拿走，拿去，给人点了3000块钱。是，哎呀，他媳妇气的不行的了，见着钱了，臭不要脸，臭缺德，臭嘎嘣，你是不是人啊？你给他3000块钱，你行不行？推车一公里，给他3000块钱，你行不行？你要不要死啊你啊？急了，啊，你是不是要死啊？哎呀，这会儿他说一句话特别的可乐，我说什么了？媳妇儿没关系啊，这八个小时我一直踩着刹车呢。哎，你这样才来。谢谢朋友们，刚才这都是小段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。当然了，相声都是编的，哎，啊，这段是真的。哎，我爱这段。我说是真的吗？是，这都是真人真事儿。接下来的时间还叫返场，再给您说一个小段啊，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。是，说点谁的事儿呢？谁呀？他的事儿。我怎么那么惨呀，啊？这不从石家庄回来以后吗？别连着说了啊！好吧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，不光是他，还有我们后台两个演员，对呀，一个叫高峰，一个叫郑好，郑老师，他们三个人去年都有好事儿。啊嗨，你说他干嘛？都生了孩子了啊，这都是男孩，对，多好啊！嗯啊，经常几个小孩经常在一起玩，抱到后台呢。这三个小孩分别呀，都有名字。废话，哎，多奇怪！哎，这奇怪什么呀？高峰的儿子叫乐高。哦，你看多好，高乐高啊！这孩子这么甜呢。高乐高怎么了？哦，你打左边看是高乐高，哦，打右边看，嘿，还是高乐高。老师判卷子好判呢，嘿，就这么奇怪，是吗？正好的儿子叫恩奇，哦，恩奇，正恩奇特别的大气，你师傅也起的。孙悦的儿子叫行者，哎，三个小孩经常在一起，来到这个后台，搁这，你儿子还猴呢，你孙行者像话吗？怎么辞了你大师哥？哎，这随你大师，像话吗？这个没有叫孙行者的，者行孙，哎，对，哇，连姓都改了，行者孙没有啊。胡说八道，悟空怎么样？玩去，那不就猴吗？那个国庆什么呀？没说，哎，珠子，孙国庆讲话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说一个，我叫孙悦，我俩字儿，我儿子得仨字儿，多简单，中间加个小，我儿子孙小月，我儿子小月就完了呗。要不说你是个意外，你不是都打胎了吗？能。说这个，你甭管叫什么，嗯，不管了，啊。三个小孩经常在一起玩，嗯，来到这个后台。那天呢，高峰想出一个好主意来，什么主意？抓周。什么叫？哎，你等，那是想出来的主意吗？嗯，这是老的传统习俗，这您知道吗？哎，这我知道，跟我们讲讲。孩子到周岁的时候，家里弄一个笸箩或弄个东西，里边搁点日用百货，让孩子爬过去抓去，抓着什么东西，拿这个东西寓意孩子以后长大干什么。这叫抓周，说实话就是封建迷信。哎，这叫秘书。正好那天后台有一筐，哎，筐啊，筐里搁点东西，搁个笔记本啊，搁个杯子呀，搁个手枪啊。后台还有手枪呢，玩具，打火机。对呀，让那小孩来抓，是吗？第一个过来的，高乐高。啊，乐高，高乐高过来抓，抓什么？抓一杯子。哎，哎，高峰特别。干嘛抓一杯子呀？高乐高嘛。自己欺了啊，就长大以后有地方待呀。没听说过啊。高峰特别高兴。高兴什么呀？看我们这孩子多棒。嗯，长大以后局长。哎，来局长。你等会儿怎么抓个杯子就局长？端着杯子开会局长。哦，端个杯子开会就局长。哎，对了，就不能看大门的呀。那是退了以后。哎，对，那局长也不怎么样。这个第二个过来郑恩奇。恩奇啊，过来抓。嗯，抓一手枪。哎呦，正好特别高兴。是吗？看我们的孩子多棒啊，长大以后警察。哦，就不能是黑社会啊。几率小。哦，击毙的几率小。警察。嗯，多好。是该孙悦这儿子了。孙悦的
儿子。他孙子这个说穿了，这儿子过来哪儿子？孙子这儿子，他的儿子过来啊，抽啊，就这么一下，怎么了？把这筐给周了，掀了，掀翻了。哎呦，当时他特别高兴，我还高兴，看我们这孩子多棒啊！长大以后城管，城管。谢谢谢谢，这个时间已经着实的不早了。哪儿有表？真白。时间已经不早了啊，我们这个时间是有规定的，就是10:01就应该结束。10:05，三个小时的演出时间，现在已经快11:00了。我们的风格就是给的多，这是我们俩的风格。是，我吃还不多给。对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给您唱一个。其实呢，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唱的演员。是是是，唱一个什么呢？五环之歌，还有就是闹着玩的主题曲，到底听哪个呢？要不俩都别唱。好，唱一个五环吧。主题歌那个我不会唱，因为我是配角啊，是人家唱的啊。你配的音？对，我配的音。你配的像？管得着吗？你们不懂好赖话。五环之歌献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，特别好听，谢谢。那没了唱什么呀？这有什么可唱的？多好听啊！这施以那加减法，你在我们这数圈呢你啊？朗朗上口，废话，这谁不会唱啊？我们大伙一听就会了，会了吗？还不会。会了，咱们一起唱好不好？啊，咱就为找一找演唱会的感觉。每一个人都要唱哦，一定要嗨嗨皮皮的，怎么样？什么叫嗨嗨皮皮？成语。一定要嗨嗨皮皮的亲他啊，五环一寸多一环，啊，五环一环少一环。怎么样？没溜了，那油气没溜，没溜，对呀，就唱了六环呢。没听说，再来一遍。浓重的邪教色彩。这么邪教色彩啊？对吧，多好听的歌曲。嗯，接下来的时间给您唱一个耳熟能详的歌曲。唱一好点，春天里。谁呀？你说搞没摸还有春天里呢？春天里那个百花仙，我想着回来就做梦啊。你说春天里有大花轿吗？这不是它里边
里啊，有这仨字儿不行，得唱春天里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，高高的太阳当头照，照到了我的破衣裳，浪里个浪浪里个浪，有意思吗？唱春天里，你是不是达克宁吃多了呢？你们家达克宁口服的呀？怎么满嘴冒小气呀、啊？你没听说过？你得唱春天里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我还是这个吗？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哎，拐调吧，春天里那个百花香，哎呀呀，看看看，浪里个浪，里个浪，哎呀呀，这多难听、啊！春天在哪里呀、啊？春天在哪里？小黄眼睛里。确实吃多了，该吃了。到底什么春天里？汪峰的，汪峰的春天里、嗯。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。哎，说这个。啊、就会一句。哎哎。一句就说了唱了，会几句唱几句。多唱。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，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，没有信用卡，没有他，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，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，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，我拿着我那破木吉他来到了北京五环之上。